他退休下来没事干，没事干，旁边有一个大楼哦，需要管理员。对啊，他就去当管理员。对，当管理员刚上班，听到另外一个管理员啊，在订中饭，你知道吗？打电话给附近一个餐店订中饭，那个餐店很拽啊，说三个我们不送，我们要五个以上才送，啊，这样子啊，拜托你们送一下了。我这个朋友一听到，拿来，啊喂，我这边要三盒什么饭哈，你不送的话，以后这栋大楼你们都不要送了。马上送来。对，这就是正。对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正跟奇。对。可是那个警卫为什么他没有这个反应？对。人太老实。对。晓得吗？人太老实，你就是这样子，你办事情就是办不成。对。人家一个就欺压你，他规定，老板规定五个以上或者十个以上才送，我不管你的规定。我要我的，他知道他的角色是什么。对，他知道他的角色，在社会上面他很清楚，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麻虾。对，他自己在那个食物链里面的哪一个地方，什么是对他有利的，他非常清楚。这种混过的人非常清楚。对，所以他的第一反应就可以这样子反应。对，第一反应哦，上班还没有很熟哦。对。对啊，他就知道我是小小的警卫，是不是？对。那这个大楼，你要送什么东西，你都要经过我警卫。对。我不让你送，就是不让你送。对。所以那个餐厅不管规定了。对啊。这个大楼有多少？对。是不是？对。你们去体会这个。对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有这个反应吗？如果是我，我不会有这个反应。对。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个啊。对。听不懂？对。啊，这就是很明显的常跟变，正跟奇。可是我跟他交朋友，他是我很好的朋友。很好的人。对。是不是？而当对付这种人刁难他的人，他会有这样子的手段。你说他这是坏吗？他没有坏啊。对。他没有坏啊。对啊。就是这样子。对。可是把事情办成了。对。就这样子。所以老板要你出去办一个事，你如果是正正派派的人，人家说不行，不符合规定，你就回去了。老板人家说不符合规定。对。你不要来上班了。就是这样子。啊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，我们要慢慢学，在社会上混就要这样子学，啊，好了，谢谢老师。